新加坡是要求新鲜，而且本地的市场也小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本地的食品安全水平要求很高，外国的价格目前很难与本地的竞争。他们价格蔬菜，如果你要做到这么安全的水平来讲，成本就会高，因为没有放一些防腐剂啊，在新加坡是不允许的。而且本地啊是每天都要在送货，是要求非常新鲜的。